不说话。我以为狗爸要说，所以一直等他说，他一直不说。你是主角了。你是主角，好吧。好的，现在我们今天是三国杯的比赛。昨天不知道光神遇到了什么哈。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今天三国杯有六组比赛，这一组应该是最精彩的。别的都是打酱油的。应该是最精彩的，是的。这局封神的资源还是不错的。树木地形应该也不错啊。地形也还好。我这怎么了？那句话我没看懂。对，我有一点我看懂了。这个封神就是现在这个打局这个封神呢，肯定是本人，你知道吧？他可能昨天吧出现了点意外，你知道吧？不估计要不就是有人怀疑他请枪啊，要不怀疑别的，反正，所以可能被人不信任了呗。今天就有点情绪嘛，来抱怨一下，这都是正常的，对吧？对，这都是正常的。哎，像我们解说一样，有人会骂我们的话，我们也会抱怨一下或者生几天气，然后不上解说。是这样的。这个昨天封神遇到了什么我就不太清楚，咱们就不提昨天事，就说今天事。这个资源挺好啊，那真是这么多的让人不可想象。三国一两路一下，对，树要差一点。对，三国两路一下，树要差一点。对，那个资源是太好了，所以树就相对。这个时候要你打，你会怎么选择呀？我的话，一般是先采果。不是，你是全药啊，还是选择性的药啊？肯定不会全药。我觉得我肯定是会采三果，先采三果，然后再处理一路，或者是处理那象。要我会选择两果一路一向。哦，两果一路一向。好像采果的话会更保险一些。浪费120目。不浪费啊，可以前期少种田的，我觉得。风城肯定还是情绪不稳定啊，需要人安慰。可能光神那个跟果爸是想法是一样的啊，他是处理两果一路，可能一会儿把那线引过来。可能男人想法都是一样的啊。是被叫掉线。这出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有人谁的卡？还好没掉线。啊，掉线基本上是够郁闷的。谁卡？不会是我卡吧？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我吗？你们完
王先生的大局还是在进行那个大辩论呢啊？聊天嘛，是吧？是，那我机卡的好啊，这个速度正好可以聊天。对，那个。广大妈咪的朋友，那个如果你要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话，你也可以在直播间啊，那个打字啊，那个跟我们的导播互动一下啊，你们的意见和看法，我们现在也是全民参与啊，我们看到这个风神和小阿哥两名选手实力相当啊，那个估计这场比赛看起来也是算蛮精彩的。如果真的是姑娘怎么办呢？姑娘嫁给富二代吗？嗯，那样漂亮才行啊。嗯，我们就要为这个目标努力哈。尽管自己不是富二代，我们希望成为富二代他爹或者他妈哈。这个资源比较标准啊，9分半来到了。那个工具时代啊，这个24+1，其实这个世界可能会有很多不公平。那个世界就是这样。是啊，所以不必太气恼，好好活着。对。是选择啊，选择三国一路一向资源挺好，这样的话前期可以少种田。嗯，这是选择像这种地形，他找到了敌人很近，应该会选择混马。嗯，打了个混，果然，是插件结合。对，这是我的机卡吗？所以刚才反正你的机器有太阳，哎呀，卡不卡？怎么？现在好像我的话，我去重启一下。等一下了，打了这局以后呗。这以后你们开了呢。其实可能打击还是有的啊，因为当你觉得一个东西很有希望的时候，突然是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的话，是从山顶跌上山阴的那种感觉，肯定是不舒服的。对，其实啊，有时候想开就这样，这个世界没有绝不公平啊，关键是要放松心态。其实你看论坛，只不过是游戏而已。啊，论坛呢，始终围绕着什么枪手啊、外挂说这些，但这些事情都无法避免、无法解决的，是吧？说来也就没什么。照目前的技术啊，肯定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，所以现场才是王道。所以抱怨没什么抱怨的。现在技术的话。对，因为没有办法避免，就像对，如果有办法避免，我们好碰到了。小华哥这名选手，大家也看过他很多次局啊，他也是惯用的这种三叉两剑啊。算了一个兵。啊，
反应觉得非常快。是有一点卡，是不是我卡？现在看不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平台的问题还是？照 BA 的情况来看，小华哥的 BA 的位置要比封神的位置要好一点。那个人加速了。好，点错了。那个速可快了，两点三度。来，手碰到了。哎，加完以后啊，速度好点了。怎么减下来了？不是说这个速度减不下来吗？这主机可以减。哦哦。啊，风筝这个位置卡的就比较不错。我看到风筝整了两个小马啊，想搞个偷袭，结果还被石头咬死一个，这悲催呀、啊。去呀！人人命苦，不能怪政府。我们可以看到小华哥家地形非常好啊！你看他拿那一排房子封掉那个地方，下面肯定是树，应该是连到下面的。所以它前面是个全峰啊，哎，走这个底边看看。对，前面好像是自然全峰哈。嗯，自然全峰。好，扎开一个。风神这个位置，小黄哥地形非常好。嗯，应该可以进去了吧？那个兵他没动。我们这边小华哥已经过来了，骚扰了部队。嗯，这个位置不好，下坡。这风神是仗着兵多准备逆袭啊。是啊，他在坡下面。亏兵很厉害。好，被人反扑过来了。嗯，主要是小安哥那个地形太好了，根本攻不上去。嗯，风神是四处漏风，农民闲置了很多，丢两个房子了。完了，共军来了，没有做防御。这局基本上危险了。嗯，我觉得那个风神感觉心态不是很稳定啊，没有使全力去打比赛。现在这个可能是昨天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场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好，小兵去重启。让我重启啊。对。好，重启。